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介绍901版本生活行政的功能，行政展览世界工会代表，背包上限提升到1500格，行政世界工会，不过我看不到，东部行政精华灵魂石和心灵关卡，不过我应该不会去打，行政新手封印，可以抽到一些用不到的卡片，不过我想应该没有人花三个石头去抽，可以关闭合成动画，可以一次分解23卡片，回体可以超过体力上限，不过我不会试给你们看，行政八封奖励，影片无法存档，无法存档，无法存档。部分手机信号未能正常登录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 BS， 最后我不会告诉你剩下石头剩下多少颗，拜拜。